号的烤鸭香气逼人，每只都烤得金黄油亮，皮脆肉嫩之多。还有自制的荷叶饼皮，高雄人物烤鸭的美味，要买的人可以天天在排队，连外国人都被吸来。整间店都是阿兜啊，每桌都有一盘烤鸭，有的已经快吃完，会来品尝人物烤鸭，都是这位美国女婿的强力推荐。我在安排这个旅行的时候，我在想哦，我们应该带大家来人物烤鸭，一定要来这里，因为是超级好吃。家乡就在高雄人物的老婆半归宁宴特别包下人物烤鸭，好滋味没落亏。一群来自美国、智利、法国跟印度30多人的亲友团吃完只说赞。他们觉得台湾的烤鸭跟北京的烤鸭比起来怎么样？人物出名好吃的不止烤鸭，还有这一间巧冰鹅肉。油亮亮的皮，而肉又嫩又 juicy， 政商名流都推荐。2022年还被列入比比登推荐名单，而店里还有道招牌。大火炸出的鹅油可以拌饭拌菜，简单料理就有好味道。留学法国的二代回台开发的自家商品，推出黄金鹅油香葱酱，全台有不少据点。香葱、干葱各12品可以吗？订单量不少，而且不止国内，还销到国外去，包括美国、澳洲、日本、新加坡跟香港，也是卖到下下叫。高雄人物人气美食不止在当地很夯，也靠着美味打下国际市场。华视新闻邱志平、邱显雄高雄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